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菩萨中的大菩萨一夫入室，入入室等诸大三昧能以呀、正德像前边所说的种种的大正定大正寿他又常常的勤加化度一切众生，乃至令其究竟得到清净的普贤菩萨说，我再给你们说一个譬喻，譬如种子就像一切的种子一样，植之于地，你把它种到地上，乃至能令茎叶生长，令它所生这个根扎下根，生出一个茎或者叶枝叶增长，一天比一天的长大。菩萨中的大菩萨呢，一夫入室也是这样子，修行普贤菩萨所修行的横门，乃至能令一切众生善法增长这个善法也一天比一天增长，这个众生的譬如大云呢。再说一个譬喻，普贤菩萨说，譬如什么呢？譬如空中那个大云与夏暑月，在夏天呢，这个热的月降出大雨降出这个大雨，好像坑盆那么大雨，乃至增长一切种子，令一切种子啊就发芽生枝长叶，这么样子。菩萨摩诃萨以夫入室啊，菩萨中的大菩萨呢也是这样子入入室等诸大三昧，入到这种的大三昧，就是这个大正定大正寿这个诸大三昧入到这个里面修菩萨横，修行啊这菩萨所修的这个横呢，于大法语即大法鼓吹大法锣，于大法语，乃至能令一切众生究竟清净，乃至于能令所有的众生都得到究竟清净，没有染污。没有染污清净是什么呢？就是得到戒定慧了染污是什么呢？就是贪嗔痴这贪嗔痴这三毒把我们世界人都毒的醉生梦死颠颠倒倒，就不清净了。现在能以勤修戒定慧，就得到究竟清净了，究竟涅槃了，能得到究竟的安稳了那么这是菩萨的愿力，令一切众生都得到究竟的安稳没有一切的苦恼。究竟彼岸，究竟欢喜，究竟断为诸众生究竟福田，令其思念皆得清净，令其借助不退转道，令其同得一切智知，令其皆得处理三界，令其皆得究竟直至，
令其皆得诸佛如来究竟之法，知诸众生一切智处何以故，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智慧，明了入法界门能经菩萨不可思议，无论诸恒所谓能经诸智，其有一切智故，能经众生是调伏故。如经彼岸，既然能令众生得到究竟的安稳，究竟安稳就是究竟的彼岸，究竟的彼岸也就是究竟的欢喜，究竟的欢喜也就是究竟的断疑。为诸众生啊，为所有的一切众生究竟福田，那么断一切疑，生一切信，这也就是能作为众生的究竟福田，令其思业皆得清净。那么什么叫究竟的福田？究竟的福田也就是令众生的三业清净，不着这个思想，不着这个受相，那么没有一个思的这个指着相，也没有一个受的指着相，这就叫清净。令其接住不退转道，使令一切众生啊都住于这个不退转于这个恶欧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道，令其通得一切智智啊，使令一切众生啊都得到一切的智慧之智，使令其皆得出离三界呀、啊，使令一切众生啊都得到出离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法门，又使令一切众生啊皆得到究竟那个智慧，又令一切众生啊皆得到诸佛如来的究竟之法啊，究竟这个法门，知诸众生一切智处，把一切的众生啊都啊知安知在啊这一切智慧的之地。何以故？什么原因呢？菩萨摩诃萨，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呀，他成就此法，成就这种法，智慧明了，入法界门呢，入这个法界之门了，能经菩萨不可思议无量诸恒，能清净菩萨所修行的这无量诸恒，就是所说的能经诸智啊，能清净一切的智慧，求一切智故。为什么他能清净一切智呢？就因为他求一切的智啊，求到究竟就得到清净的智慧。能经众生啊，能经啊这一切众生的戒，是调伏故啊，使令一切众生啊，刚强众生啊，难调难服的众生啊，都啊调服了。因为这个，所以啊，叫净能净众生的这种清净的戒，能净差不常回向故，
曾经诸法苦了之处，能经无畏无却要苦，能经无碍边巧言说故，能经陀罗尼一切法得自在，能经清净风，常见一切佛性事故。佛子，菩萨摩诃萨住此三昧，得入是等百千亿，哪有他不可说不可说清净功德。欲入是等三昧境界，则自在故，一切诸佛所加倍故，自善根类之所留故，入智慧地大威力故，诸善知识引导力故，摧伏一切诸魔力故，同分善根纯净力故，能净刹度，菩萨又能清净一切诸佛刹的果度。为什么呢？他能常常的回向所有的功德，来庄严清净一切诸佛的果度，又能净诸法普了之故，他能啊清净一切诸法。为什么能清净诸法？因为他能普遍了知一切诸法的缘故，又能啊净无畏，能清净无所恐惧。为什么无所恐惧呢？就因为他有德行，无缺绕故，没有畏缺的，没有啊恶要的这种的思想。又能净啊无碍变，能清净的无碍变，巧演说故，能善巧演说一切诸法，又能净啊陀罗尼一切的总持法，一切的总持法他得到自在了，又能亲近恨啊，亲近呢诸佛的这种恨，常见一切诸佛行事故，佛呀出现于世，佛子，那么各位啊佛的弟子，菩萨中的大菩萨住此三昧，住在这种三昧，我入世等啊百千亿那么多的，哪有他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清净的功德，与入世等三昧境界，前面所说的种种这个正定正受这种境界，他都得到任运自在了，一切诸佛所加倍故。为什么他能任运自在呢？就因为他得到一切诸佛呀常常来加倍他，自善根力之所留故，这也是自己呀往昔所做的那个善根呢那个力量所流露出来的。入智慧地，又能入智慧之地，大威力故，有这个大威德的神力啊，诸善知识引导力故，也是一切的大善知识来引导啊这个力量，能摧伏一切诸魔力故，所有的天魔外道啊他都能摧伏了，能把他们降服了啊。
充分善根，纯净力故。也就是因为有这个同一样的善根啊，有这种清净啊精纯的这种力量的缘故，所以才能呢摧除一切的魔外。那誓愿欲乐力功，则众善根成就力功，超出世间无尽之福，无对力功。佛子，菩萨摩诃萨处此三昧，得十种法，同去来今一切诸佛，何者为实？所谓得诸相好，种种庄严，同于诸佛，能方清净大光明。神通变化调伏众生，同于诸佛，无边色身清净圆融，同于诸佛，随众生业现净佛果，同于诸佛，一切众生佛也乐，语言皆能摄持光，自是同于诸佛。能大誓愿欲乐力故，菩萨常发这四弘誓愿，这四弘誓愿也就是广大誓愿。广大誓愿也就是四弘誓愿，所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回光返照，问问我自己度了没有度。如果度了，还不要只着度众生相，所谓我令一切众生皆灭度，而实无一众生得灭度者，也就是叫人不要只着这种的自己的功德，不只着我这个度众生这个相，不生离相，离相不生，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要回光返照，看看我自己烦恼断了没断。现在我老老实实的告诉你，我的烦恼啊也没有断，但是愿意断，所以我觉得我很对不起你们各位，讲起来呀真是要生大忏悔。忏悔的是什么呢？惭愧我给你们讲经这么多年了，我自己这个无明啊也没有破，烦恼也没有断，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呢的烦恼有很多，可是我早就和你们说过，早就和你们定下合同了啊，三国历史合同上怎么说的呢？
就说呀，我要向你们化缘。化什么缘呢？我化的缘呢，是化大缘，不化小缘。什么是大缘？什么是小缘？这个大缘呢，就是无形无相，小缘呢是有形有相。有形有相呢，随着你用财死啊，就金银珠宝啊，你无论有什么宝贝啊，是不是都要布施给我呢？不是的，我不画这一类有形有相的，我画的是大圆呢，是无形无相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个人的烦恼。十多年以前我就对你们讲啊，叫你们把烦恼都布施给我。你们每一个人一丝一毫的烦恼也不要保留，把烦恼都布施给我啊，我就欢喜烦恼，我愿意吃烦恼、住烦恼、穿烦恼啊，吃天天吃也吃烦恼，天天住的地方也愿意住在烦恼的房子里头，睡也睡在烦恼的床上啊，穿衣服也穿烦恼的衣服。所以啊，我这个84000毛孔，每一个毛孔里头都放一个原子弹啊，在那保存着，你们谁不听话我就给谁一个啊，叫你们探一探，尝一尝原子弹的味道。所以我要和你们化烦恼，把你们的这个啊所有的我要味的东西啊都布施给我。那么这样定的合同，你们每一个人呢也都不履行你们的合同，不照着合同来做，到现在把您每一个人的烦恼还都保留着自己啊，收着藏着，在那舍不得布施出。国家多少年，你要不布施你的烦恼出来，这是啊，看个意想，怎么样你才能没有烦恼？你应该看的一切众生都是佛，你对哪一个众生生烦恼，你就是对佛生烦恼。能这样看呢，咱们是佛的弟子，对着佛来生烦恼，是不是一个好的佛的弟子？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就要断这个烦恼。什么样人不肯布施烦恼呢？就是愚痴的，有智慧的人，你们不会有烦恼。所以我有这么几句话，常常告诉你们各位，你各位啊，要拿着它当耳边风，不忘。什么呢？说的事事都好去，脾气难化了。你真能不生气，就是无价。再要不怨人，是事事都能好，烦恼永不生，冤孽从哪找？你常瞅人不对，是自己苦没了。你看谁不对，看谁都对不起自己，那就是自己太苦了。你有烦恼为什么？就因为啊，有业障，有冤孽。你无量劫以来呀，弑父杀父亲，弑母杀母亲，是恶罗汉，正果的恶罗汉，你把他杀了，
破和合僧，那个人僧人呢，大家在一起住得很好的，你盖了一间，挑拨了一间，令着僧人的不和啊，甚至于比丘和比丘尼也不和，比丘和比丘也不和，比丘尼和比丘尼也不和啊，比丘比丘尼互相不和啊，这都是啊破和合僧的罪业所受的苦啊，出佛身血、啊、你破坏道场，这都叫出佛身血，你令道场不平安，有很多的麻烦，很多的这种烦恼生出，这都叫我出佛身血，这叫忤逆的罪。忤逆的罪呀、啊、你造了不知多少，所以呀、啊、你想要修行，这个冤孽债就来找你，你要没有烦恼了呢，什么冤孽债呀，什么病也没有，你有病有毛病，这都冤孽债来找啊。咱们在往昔呀、啊、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杀人呐、啊、放火呀、啊、偷东西呀 啊打网鱼呀、啊、犯淫欲戒呀 啊所有这个五戒我们犯了十戒啊，五逆我们造了十逆啊，都是双倍打补啊，双料，所以啊想要修行，一发菩提心就有这个魔来搅闹自己，你这怎么办呢？这就要自己平心静气，赶快呀、啊、要改过自新，这改过要真正的改过，不是啊说我想改又改一半，又不改一半，一半一半啊，我坦白了一半，藏了一半，我说出了一半，留着一半啊，我忏悔了一半，不忏悔又一半，不是这样的，你这样子是自己骗自己。所以修行要脚踏实地，老老实实的认真去修行啊，一丝毫也不能啊掺杂这个虚伪在里头啊，那么这才能行。所以嘛，烦恼无尽誓愿断，问问我断了没断，我要没断赶快断啊，要已经断了更不要让它生出来。法门无量誓愿消啊，咱们天天来听听研究佛法，可是啊一句也记不住啊，问你什么叫四念处，嗯啊哦嗯 yes I don't know 啊，这来了一大套，也不是四念处，问你什么叫无根呢，哦无根，是不是我昨天烧那五根香呢，啊那我不知道啊，又不知道了，问什么叫六度啊，哦六度，我一个人没有六个度了，那我不知道了，你叫什么，你有六个肚子吗，啊是吗，我问你，你有一个肚子也没有了啊，问什么叫实力，哦实力实力实力、哦、实力，我脑子上有，我的现在是记不得，啊什么是十八不共法，哦
是就十八不共法，也不知道了。你说听了这么年这么多年经，一个佛教的名词也记不住，还不知惭愧啊，要发起脾气来比谁都大啊，问真正的真功实恒一点都没有，你说这叫一个什么出现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问问自己学了没学啊，有没学赶快学，要一定学了再学多一点啊。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更不要问，一定是没成啊。要成，好像那天我谈这个果真和果情的这个头，我说喂，这瓜熟了没啊，谈几下差不多了，可以摘下来可以吃了这个瓜。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想要吃这个瓜啊。那么没有成啊，那就要好好依法修行，原来一定要成佛道的，这是菩萨自从誓愿。哎，我不要再胡说乱说了，越说越多又忘了时间了啊，忘了时间啊，那个小果童就着急了，说哎呀，我要到厕所去啊，师父你慈悲喽，时间到喽，我是真是忍不住喽，我要到厕所去喽。哎，你看那就真麻烦了，果童是不是这样子啊？啊，因为这个小果童就是到厕所的本事最大，做一个早课晚课他最少到厕所三遍，做了就五遍啊。这广大愿力不是啊，到厕所的愿力哦，要这个弄清楚了哦啊，不是那么左懒偷安，人家在那做早晚课呢，我就跑到厕所去睡睡觉啊。进了厕所坐到那个厕所的上边啊，这个地方也不错，味道都没有什么不好的味道。但是今天可不能，今天那个厕所那个味道哦真是受不了，所以我叫我又赶快把厕所清理清理啊，那股尿味啊简直的比那个蜜糖那是相差的太远了啊。欲乐利骨，着重善根成就啊利故，成就这个善根利故，超出世间无尽之福，超出世间无尽之福，无对利故，没有能可以比的这种利故。佛子，您各位佛的弟子听见没有？菩萨摩诃萨，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大菩萨？愿意做就向前勇猛精进，不愿意做你就做一个小菩萨，或者做一个little 菩萨。小菩萨就是 little 菩萨，是不是啊？住此三昧，住在这个正定正受，得十种法，从去来今，得十种的法，从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是一样的。何者为十呢？什么是十种？就是所说的得诸相好。哎，相三十二相，好是八十种好，种种庄严。种种庄严呢就是最美丽的啊，最好看的啊，最令人恭敬的，同于诸佛，就像诸佛那相好光明是一样的，能放清净大光明网，又能放啊这个清净大光明网在虚空里头，同于诸佛，也和佛是一样的，神通变化啊，调伏众生，同于诸佛。你看这个一般人呢，总是掩耳盗铃，把耳朵掩上，
偷那个铃铛，说铃铛不响啊，你说是不是欺骗自己呢？啊，这个现在我们佛的弟子公然就啊公开来反对，说反对啊什么呢？反对人有神通。那你反对人有神通，你反不反对佛有神通呢？你要反对，那就是佛的叛徒。你要不反对，为什么不反对佛的神通而反对佛的弟子的神通呢？说一说看，想一想看啊，这个理讲得通讲不通？那么佛你不反对，菩萨的这个神通变化你反对不反对呢？说那我也不反对啊，菩萨你不反对，那么小菩萨的人为什么他要有神通你就反对呢？啊，依着佛法来修行啊，修种种的善根，也就是愿意行菩萨道的人，为什么你又反对他有神通呢？说一说看，想一想看啊，这个理论讲得通讲不通呢？说是啊，那旁人这么说我也这么说，旁人因为啊说是佛入涅槃了，这个一切的弟子都不准显神通。不是不准显神通，如果要不准显神通，佛他当初根本就不应该说有神通，菩萨也不应该说这个神通变化，不应该说的。那么既然说了，为什么不准显神通？这个神通是不是一个像个毒药似的，一显了就把人都毒死了？这个神通是不是像鸦片烟那么麻醉人，一闲了人就都会中这种毒啊，犯了瘾又要吃抽鸦片烟，是不是这个呢？这不是的。那不是为什么不准显啊？我呀绝对赞叹有人显神通，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神通。那我没有神通，其他人要是显显神通我看一看，这是不好的吗？啊，我也开开眼界嘛，我也多长一点知识啊，见识见识，所以我不反对。那么其他人反对为什么呢？我现在呀也开了悟，开什么悟了呢？我知道人为什么反对神通，就因为他自己没有神通，所以他也不愿意其他人显神通。其他人显神通，我没有神通，我要说他对我没有，我要说他啊是很好，这又我也没有光明，我只可以说这个显神通是不对的，是不好的啊。这一下子不愿怎么样呢？这把佛经佛所说的法都给否定了，都该否定了，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呢？你看这个经上处处为什么你要说神通啊？不准显神通，说神通干什么啊？说叫大家听听，那叫大家听听是对的，怎么叫大家见一见是不对了呢？各位聪明有智慧的人，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啊，什么道理？所以我尽量呢栽培我的徒弟，叫他们都有神通，每一个都有84000种的神通，你们尽量去显去，你们显出神通，我这个做师傅没有神通的师傅绝对不反对，我绝对在后面支持你，你们看怎么样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就本着啊，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本照这种精神。所以啊，无论你们哪个愿意学神通，我还可以教你们啊。说那你不会你怎么教我们呢？很奇怪，我虽然不会神通，但是我会教神通啊。
庙就在这个地方啊，不可思议啊，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啊，这个法师胡说八道啊，都不知道讲到什么地方。我记得神通变化嘛，讲到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地方，我就说说这个道理。你们要听得不入耳，现在你们把耳朵可以堵上了，不听，说那我都听完了，那更我也没法子了，对不对啊？调伏众生啊，你不反对神通了，那就是调伏了，同于诸佛啊，和佛是一样的。无边色身呐，无边这个妙色身，清净圆隐，清净圆隐同于诸佛啊。这声音呐，佛有八音，你这个声音响亮，犹如空中，不像我这个声音一说出来话，好像那个打那个破锣声，嗯，就吹好像敲那个坏鼓似的那鼓，嗯。嗯，这一点也不响亮啊。说师傅你不要客气，你声音不错啊，那是你听的，有人听的就是很不好的。这个啊，好像那魔王听我的声音他就怕了啊，他一听这个哦，他是战战兢兢望眼而逃啊。同于诸佛这个声音，随众生业现定佛果，随众生所造的这个业现清净的佛果，同于诸佛一样。一切众生所有的语言，就是各种的语言，所有众生的语言啊，所有众生的语言啊，这个一个地球上啊，每一个国的人有每一种的语言，有每一国的这个众生有众生的语言。什么叫众生的语言？譬如啊，飞禽有飞禽的语言，走兽有走兽的语言，鱼有鱼的语言啊，飞禽动植各有它的语言，甚至那个树木花草树木啊，它都有它的语言。只要你懂了，你和它一讲话啊，他就和你啊合作了啊。怎么样呢？譬如那个毒药，本来是毒药啊，你和他一讲话，说是啊，you are really good, you help me go to healing somebody, 6 years, 那么有几个就是卖的钱高头 kill people 十个是高位啊，那个 you understand his language、you understand his word talking、like this 果童 eyes can talk 啊，这是nose can eating 啊，就是一人看苦来瘾 OK 啊，能奢侈不忘不失，这个所有的语言他一听就记得了，不忘不失啊，同于诸佛，和诸佛是一样的啊。无尽辩才随众生心，而转法轮应生智慧，同于诸佛。大狮子和无所却为，以无量法开悟群生，于一念穷一大神通，投入三世同于诸佛，徒能显示
法，痛处如来，何故不明佛？何故不明实理？何故不明一切知？何故不明一切法中得菩提者？何故不得名为佛言？何故不明一切境中无碍见者？何故不明了一切法？菩萨得到无尽，也没有穷尽，这种的辩才，随顺众生的心而转法轮。菩萨的辩才犹如啊那个江河的水，滔滔不断，也没有一个时候把这个水流完了。这就是说的菩萨这种大辩才是无穷无尽的，随众生心，菩萨有这个善巧方便的智慧，随顺众生的心念的所好，而啊为众生转善巧方便的这种法轮，令生智慧，令一切众生啊都生大智慧。这个智慧生了大智慧，大到什么程度上呢？简而言之，就同于诸佛，大的这种大智慧啊，同于诸佛的智慧是一样的。菩萨又得到啊这个大狮子吼，所谓狮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恼恋，相向奔波失雀威，天龙既听声心悦。这个狮子一吼啊，百兽皆惧。为什么呢？因为狮子为兽中之王，只要它一叫，那么一切的啊兽类呀、啊，就喝的是身上头麻痹，不会动弹，甚至于喝的那个脑都爆裂了。所以说狮子吼无畏说，无所恐惧的这种说法，佛说法呀犹如大狮子吼，一切的天魔外道啊恐怖毛竖了。无所怯畏，这个狮子没有所恐惧的，以无量法开悟群生啊。菩萨用这个无量那么多的法门来呀开悟一切的群生，令群生都返迷归脚，舍邪从正。开悟啊一切的众生，令一切众生啊都和佛一样的，所以说同于诸佛。于一念穷，一念穷啊是最短暂的一个时间，
以大神通普入三世啊，以这个大威德、大神通这种力量，普入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啊，能以呀、啊、入这个三世无碍的这种境界，啊，过去的虽然过去，又可以把它作为现在，现在虽然不停，又可以作为未来，这种的理啊，可谓智者道，难为徐人言。因为徐人他所执着过去就是过去，现在就是现在，未来就是未来，他不能啊明了这三世无碍的这个道理，本来也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也没有未来，这是在众生啊这种执着心上，说过去，说现在，说未来啊，在这个诸佛这种啊大圆净智里边呢， 啊这个三世无碍，三世没有分别，但是在众生份上啊说就是分别这个三世，同于诸佛这种啊圆融无碍的这种理解，不能显示一切众生诸佛庄严、诸佛威力啊，诸佛的境界同于诸佛，也和诸佛是一样，而是就在这个时候，普眼菩萨拜普贤菩萨言，他说了啊，佛的弟子此菩萨摩诃萨呀，说前边所讲的这位菩萨中的大菩萨，他修行菩萨行，具具种种的善根，那么圆满六度万行，作为菩萨中的一个大菩萨，得入世法，得到啊像前边所说这种种的法，同诸如来和这个佛呀是一样的，得入世法，说是啊天这个菩萨他得到这么多的同于诸佛的法，同诸如来是一样的境界，何故不明佛呢？为什么缘故不称他为佛呢？他既然同佛一样，为什么不成为佛呢？何故不明实力？那么为什么又不叫他做这个 一个实力者呢？具足实力呢？何故不明一切智？为什么原因也不叫他叫一切智者呢？何故不明一切法中的菩提者？为什么又不能叫他是一个这所有的一切法里边呢，他是一个得大菩提的这个觉者呢？何故不得名为普眼？为什么缘故又不能啊称他为普眼呢？何故不明一切境中无碍见者？为什么又
故称他为啊，在一切的境界里边是一个原因无外，这个原知原见的一个人呢。何故不明了一切法？为什么不成为啊，了悟一切法的一个人呢？那么他这些个名词都应该啊，够得上啊，成这些个名词名称。为什么不可以成前边所说的这些个名号的称呼呢？啊，我很不明白。我现在呀，要请问这个仁者，也是普眼菩萨，要去请问这个普贤菩萨。今天我很对不起你们各位，因为我到外边去陪着我们新来这位年轻有为的法师去参观参观观三藩市啊，所有的佛教的道场。因为从下午去的这个时间就好像不够分配，那么到欧克兰那边去有啊 too much traffic， 很多的车啊，可是啊不像我去年呢到万佛城回来那样的困难。去年到万佛城在7月4号那一天呢，这个国家的国庆